大家好，我叫肖龙玉，我是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留学生。大家好，我叫九安安，也是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留学生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这里是当足球外教，教乡村的孩子们踢足球。那我们走吧。走吧。好，走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今天的老师，我叫肖龙玉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学踢足球。首先呢，我们先热一下身，然后学几个动作。我们今天要学的第一个动作是传球，然后第二个动作是接球，然后第三个动作就是点球，还有第四个动作就是带球，好吗？然后现在我们现在就热身吧，好吧？我总想过会有机会教小朋友踢足球，小朋友们的热情如此高涨，他们展现出学习能力的进步速度真是令人难以置信。当然也有一些小朋友刚刚开始学习，他们可能会害怕自己不够好或者会出错，然而他们却毫不气馁，非常愿意学习和尝试。今天我们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踢球时光，和小朋友们一起踢足球真的很开心，这让我回到了童年时期，放下了所有的烦恼和压力，尽情享受运动的乐趣。我爸是一个足球爱好者，从小就是他教我踢足球，在他的影响下我也爱上了足球。14岁时我加入了一个足球队，大学之前都一直在队里踢球，上了大学之后因为学习很忙就很少踢球了。今天是我第一次教别人踢足球，发现教别人比自己踢更复杂，不过小朋友都很聪明，教的那些动作他们基本上都学会了。那我们下课了。